真没想到，沧海桑田，世事变迁，我们经历过这么多事，还能在一起。你说的也对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经历了这么多事，还能在一起，真的是幸运。 当年一起在书院求学的那些同窗，他们的孩子都应该为人父母了吧？当以后我们孩子长大了，我要送到学院来读书，我在想，一个孩子太孤单了，我们要生很多孩子，让他们一起上学。颜月，我发现你做了魔君之后越来越肆意妄为了。我是天地之子。 从小便被教育要以天地的职责为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只有在魔界，才是为我自己而活。我也是，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凤凰的时候，就已经为那些莫名其妙的预言付出了代价。所以，我倒宁愿自己是普通人。 现在不想当普通人了，不然这样，我们永远都遇不上。